跟你做的搜寻嘛，但是今天我介绍的是那个一直小米的，大概是75个搜寻的，然后剩下你们要好奇怪吗？今天的食材你是几点开始准备的？食材呀、啊，我昨天就开始做一些部分的，因为我是被安排来劝说。今天你有分享是吗？啊，今天是我主讲这个素食宣讲会。今天要分享会紧张吗？还好，因为这是我的老本行，我原本就当老师的嘛。各位同学们，大家早上好。要进手术室的啊，要动一个大手术。好、啊，为什么进大手术呢？因为我以前没有人告诉我好好的照顾身体，所以自己呢弄到自己呢生病了。OK， 那么生病的时候呢，冯庭月是一名小学老师，跟先生育有2名儿子。一般职业妇女常常面对蜡烛两头烧的情况，冯庭月也不例外。做小朋友，做啊小学生、中学来到我们进入职场，都把每一个角色都要把它做到100分。当人家的太太，当人家的媳妇，又做人家的妈妈，也想要把它做成100分。所以这个100分呢，压在头顶上啊，就每天就像我们那个陀螺在转啊，转到自己真的很疲劳。当我自己意识到我其实不是那个100分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有挫折感，我那个负面情绪全部就会起来，然后就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然后把那个气就一直在里面收，然后又再去啊看看谁又在对我的评价不好，然后我是不是又要应该要怎么去再往这方面去努力，所以一直都在忽略说身体给我的一些信号啊、警告啊。其实在学校、哦、大家都认为我是很养生的一个老师来的，因为我素食嘛，生活都是很健康的，而且以前我是佛教徒啊，为什么我都没有做什么坏事嘛，为什么是我